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早餐新闻。其实我也是在怀疑，到底要叫早餐 Desayuno 还是你们叫 Gustavo？ 啊，不管啦，先录再说。为什么要录 Podcast 呢？就是我 YouTube 也不知道做什么影片，影片观看次数每次都十以下。重点是我还买 GoPro， 想说啊，我直接辞职啦，应该是月初那边辞职吧。想说哦，那直接再搞一波 YouTube 啦，管那老板怎样，直接做了啦。没想到是 GoPro 买下去，过没几天就直接做不下去。你看、啊、搞字幕上特效什么有的没的，哩哩扣扣，找个音乐 YouTube 还不给版权哦，然后乱做主题还被黄标，可是音乐会不会太大声了？再小声点。好啦，今天要讲什么？就是有追踪我 IG 的人，还没追踪的可以看一下。我 IG 是 Desayuno 0 DESAYUNO， 最后一个数字是0。对，这是 Desayuno 在西文就是早餐的意思。没有追踪的是追踪一下。接下来的 Podcast 呢，我是打算做一个，因为我的 po 文不是都会 po 一些莫名其妙的文嘛。然后最近想说，音乐没了，哦，还有 ，OK。最近想说，就直接 po 文来搞一篇，搞一个 podcast， 一篇一篇讲这样子，顺便学西文啊。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学啊？也不管，因为你们没学发音嘛。因为西班牙文的。A B C D 不是英文念 A B C D 啊，它是英文太大声，小声一点，它是这样念啦 ，A B C D 啦 ，A B C D A F H， 它就是英文的 A B C D E F G 啊。然后我想各位观众也没有时间去学。那没有关系，如果想要学的人在下面留言跟我讲，我再专门做一集给大家听。那我就从第一篇开始好了。有看我 Desayuno 的 IG 的人就知道，我会有时候就发一篇，就只有一个字的一个单字，然后拼音，下面就中文解释嘛，附一个例句。但通常那都不重点啦，就是我想说都有配合一下时事这样子。重点就是，我就从第一篇开始讲啦，贴入正题。第一篇长颈鹿，我在想，这是什么时候用的？是八个礼拜前讲的。长颈鹿的西班牙文是 Jirafa， 哦 ，Jirafa。法，那我下面例句就是 ，La jirafa no habla inglés y no tiene galles， 就是说长颈鹿不说美语也没有蛀牙。那时候我是做什么，看到什么才要做这个嘞？我是看到我的 hashtag 有陈时中部长啦，有长颈鹿，有牙医。啊，我知道了啦，就是有一篇新闻讲说，现在不是后疫情时代吗？防疫新生活啊，阿中部长就开始到南部在那边巡回嘛，帮地方做观光嘛，希望大家不要这么在家里当宅男宅女啦、啊，出来，刺激消费啊，观光给他冲起来这样子。有一次他好像到某个动物园吧，然后就看长颈鹿，
然后记得下标题是这样啊，阿中部长燃起医师魂。我仔细查一下，阿中部长以前好像做医生哦，然后好像还是一个牙医，他就帮长颈鹿看牙，所以我就看到这个标题实在是有点呛啊，长颈鹿看牙，然后阿中部长跟长颈鹿合照的时候帮长颈鹿看他有没有蛀牙，我觉得这新闻真的是我给87分不能再高了啊，所以我就赶快做了一篇叫提拉法长颈鹿的 po 文，就说长颈鹿不说美语，这长颈鹿美语嘛大家都知道，然后长颈鹿没有蛀牙，就想说来讽刺一下这篇新闻这样子，觉得就是台湾什么新闻都有啊，真的。我是打算再继续讲，讲20分钟好了。我们看下一篇哦，我看一下，这边是什么？码头，摩埃耶，摩埃嘞，哦，码头啦。El barco Mojin Hao está atracado en el muelle Sala。对，我要说的就是魔镜号停在沙拉港口。哎，为什么我要讲刚对那么大声？我真的很讨厌那些，因为沙拉大家都会，如果有去百货公司或者是其他地方，你一般没有学过西班牙文的人就会把沙拉念成 Zara 还是什么，可是那些人你不懂西文就算了，你买衣服的时候你都不会翻开那个牌子或者是上网 Google 一下沙拉，比如说Nike 嘛， Nike 中国翻译就翻成什么耐吉啊什么的，但 Zara他在网络上翻译是萨拉，欸，怎么还是会有人会念 Zara？ 我就满头黑人问号啊！所以如果有听完我的 podcast 的人，就是请记住 Zara， 不要再念 Zara 了，是萨拉。因为为什么念萨拉？因为我们 Z 啊。在西班牙文是念 Zeta， 那 Zeta 加后面的 A 我们念 R， Zeta 加 R 就变 Sara， 再跟我念87遍好了， Sara， 不要在那边给我 Zara 了，真的快气死。如果说要一秒惹怒西班牙人或者是一秒惹怒新闻系学生，绝对不是在那边说啊，你们学西文没有，你就直接在我们面前说 Zara， 正好把你揍死，揍到你六点捷运站去，啊，太气了。这是为什么会讲这个？哦，我也是看了一篇新闻啊，他说什么 swag， 哎呦 swag， 如果要找我业配也是可以啊，但我想应该是。没有什么点阅数不会来找我业配啊，最近有看那个中止通他有找 Swag 来业配，我也想对偏离主题了，就这个新闻就是讲说魔镜号，那如果有看过迷片的人知道魔镜号是什么，那你就自己上网 Google 好了，就是讲Swag 就是这个 APP 不是都会做一些八九不离十会黄标的事情嘛，就是他 swag 这个直播主，我就XX直播主XX，他就跑去台北的 Sara， 我再重复一遍哦，不是 Zara， 台北的 Sara 那边拍魔镜号主题，结果被警察抓去喝茶这样子，
我一看到这个新闻，我就觉得超好笑，就觉得哪里不停，停在沙拉是这样，是要就是时尚跟这个做一个冲突吗？还是真的觉得很厉害这样？应该是去凯达格兰大道前面啊，会比较有趣吧？嗯，看一下我现在录到几分了。差不多了啦，我觉得今天就到这边好了。好，最后一个好了，下一篇我是找这个叫逮捕的西班牙文，就是 arresto， 跟英文的 arrest 很像。我例句是说 ，¿Qué pasó antes de arresto de Conger？Y cómo fueron sus últimos 30 minutos de vida？ 这当然就是讲，好像两个月前那个黑人的事情吧，就是有一个被压在地上的黑人啊，压在地上打那个黑人，说，I can't breathe 那个，我一看到就想说，来发一篇这个扣合时事。因为我就有看到西文，不管各国媒体，西班牙文、英文，哪里各地都在报道这个，就说Black Lives Matter 嘛，就是黑人的命也是命啊，怎么会说又在白人欺负黑人，又不是那个公车要让座那个时代了，我就赶快做了这一篇这样子。好，今天自己一个人做 podcast 好像有点干哦。如果有人还有什么建议，可以在下面跟我讲啊。那我们就总结一下今天哦的三个单字。一，第一个 ，hilafa， 长颈鹿。hilafa no habla inglés。Y no tiene caries， 长颈鹿不说美语，也没有蛀牙。好，再来第二个 ，muere， el vago 魔镜号 está atrapado en el muere sala。第三个 ，arresto， 逮捕。¿Qué pasó antes de？Arresto de Conger y cómo fueron sus últimos 30 minutos de vida， 在他逮捕前发生了什么，与其死前30分钟的样子。那今天就到这边咯，谢谢， adios。